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要为大家这个，已经开始了，看一下关卡出来了没有？好，出来了。好，现在要为大家这个示范的关卡是《邪恶的野心：犄角掠夺者》第一级任务。好，这个关卡应该是吃石头，一定是会可以过关的。当然，我们的目标是不要吃石头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我把喇叭关小一点，不然会产生上次的 echo 事件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声音，出现好几次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一个声音出现好，一直出现，有没有？这火狂队来看的话，应该有机会临死啊，应该这么说啊。好，我们来为大家这个示范一下啊。关卡资讯应该都看得到吧？有四只老师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我只用了两只啊，一样意思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，好没有啊，算了，我本来想打成热算了，很多余的一个动作。如果我们要打算第一关处击的话，应该是先 KO 掉这两只吧。那这两只攻击力比较大，所以我顺序应该是这样吧。好像有点小痛的感觉，我无所谓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出击了。那我先偷看一下下一关哈。好，OK， 下一关要先打火的，所以我们这边，我先留心珠好了。有没有非常慢的转？有没有？反正打三千多滴血，储积不是问题的。但当你这样的话，那个火狂技能就没有跌到了。火狂技能就没有跌到了。绿珠，把火珠藏在下面。这个我之前有示范过那个简易的叠珠，不太需要什么思考啊，就是看到应该就知道怎么叠了。四回合应该差不多了。这时候火就要稍微叠一下了，可以看到我只做两击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不想打来打去，但是我的火狂的技能我还是要把它弄出来。我这一下应该会死掉才对。第二关，好，一样，偷看一下下一关，好，80几万。先打这一只，攻击力9000多。哦靠，我没有叠起来。舒服。有一种 GG 的 tempo 有没有？
我们思考一下。嗯，它不是 CD 二吗？看起来不是。等等，我们稍微更正一下。哦 ，CD 一的 ，CD 一，我现在就要变 CD 了。死猪的意思啦 ，CD。嗯，这样吧。这样是属于一种苟延残喘式的玩法，这样。我靠！9620。嗯，看来我的资讯好像弄反了。哦，这个是这个图应该是这样才对。哦，这个自己搞死自己就不解释啊、哦。好，我们重来一次吧。我们再来踹一次看看，好不好？看起来跟想象中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好，一样，从第一关开始。好，一样打法。combo 太少了。Oh shit！有一种吃屎天蓬。哎耶！呜呼呼！就不要天降我以为啊，好可怕的降法。思考一下，我下一关这一对是有点危险，是恢复力的问题啊。哇哇，这火狂没有跌到哎、欸、关键思考到这个问题。奇怪，我刚到底这次打9000多，我想一下，这一次打9000多，所以这次打6000多啊，它是 CD 一，那还是要先打这一次啊。这时候有火狂了，比刚才好一点了。那我的打法应该就直接给他一个小小的痛快好了。好，这时候我就不做全体攻击了。哦耶哦，他痛快的话，我就安心了。它是 CT 二9600的话，技能也是要洗，所以现在先不出刀了。啊靠！他就给我弄下去。欸、哦好啊，打下去不太痛哎、欸，我打我还蛮痛的。他是气人的哇！
哦，因为我要除吸地，所以这次只做一吸就好。哦，这样就不太需要担心说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还死掉！哎。这个观众们觉得要不要吃石头呢？还是重打呢？三康博这个不死了。思考一下。嗯，我看一下后面的关卡。87万。吃，好，观众反应是吃石头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吃下去好了，因为这样比较省大家的时间了哈。吃吧，石头啦。给我断火。非常好的一颗火珠，我都不晓得在玩什么了。先转，虽然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，我干嘛转？是为了省下我们宝贵的石头，还是稍微转一下好了？他应该不会死吧？为什么天降那么多嘞？为什么刚刚不给我天降 ？Holy shit！ 看，他是越战越强哎！哇，这轻轻摸一下，他应该就哀叫了呢。我是说我啦，不是说他。有观众说的好，一哭，还不能打开大力呢。来吧，好吧。啊，断火！所以我们运用火皇的一个特性，有没有？哦，非常好，好够。再给我一回合，撑住一下啊 ！Hold on。哎呀喂！好，嗯，哦，什么特性啊？就是一回合打，一回合不打的特性、啊。一会儿打一会儿不打的话，他那个状态还会在。可是我现在打下去，好像我就GG了，然后我的那个又不够。思考一下，哎，忘记弄第三关了哈。要赌一下那个力道呢哦。好吧，试试看好了。这样会不会太大力？会不会在那里？会！奶奶个凶嘞！我虽然不想吃石头，这还给我吃石头！啊！我要爆发了！我看一下下一关。OK， 好。哦，我开下去了。啊！如果我GG怎么办？啊！重打！啊！没有人讲话哦。对。15秒后救人，就说要重打了。的确有点惨，怎么吃两颗？
已经够极致了吧，这样他还不死，我就去跳了。跳什么？跳背头。这时候的话，先把它 K 出来再说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可能有人想说处技，可是他怎么讲呢？就是他血有130几万，所以我要尽快把它处理一下，这样，不然我就要被他处理了。没转到，哎，很好，很好。我是希望是说，就是天降就把他 K 死了，哦，是希望啊。人总是要随时抱持着希望嘛，是不是？不是火物会加成吗？怎么没有感觉？哦，哦，要是这次他不死，我就要死了呢。好，我们不要思考太多哈，因为我思考太多，我就转不出高康宝。虽然说转出来也不是多高啦。哦，完全没天降啊！惨惨！哦哦，霍嘎仔！哦阿娘喂，这个有点惊到我了。这个不用怕哦，他这个会帮我们弄那个火符石给我们哈、哦，就是他会随机转一种符石为火符石嘛哈。好、哦哦，那就是他不死我就要死的意思就对了。三 combo 在干嘛？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我喜欢，我喜欢他帮我转一下。哦，天降哦，这火物就是在这里哦。哦 ，OK OK， 再来一下哦。我们看一下台面上的猪。我看一下哦，一二三四。好，我选择不转朱雀。好，我选择不转朱雀。有人会觉得奇怪哈，因为我要增加 combo 数。哦，我要增加 combo 数，所以我不转朱雀。哎、欸，这个 combo 数是怎么个增加方法，我也看不太懂。先降一下哦，好了，你可以去死。啊耶！我好像吃两颗嘛哦，这一对是可以打啦，只是最好的目标是临死啦，对吧、啊？最好是目标是临死啦。哦，以上这个就是那个火皇队的一个示范。哦，这个技能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我看一下了。我记得什么很什么队友颜色越多的。哦，那个有观众还要看别队嘛？不过今天的人比较少一点哦，只有200多人而已。兽队是不是？兽队有人提出来兽队了。好，那个我换一下账号哈、哦，大家等我一下哈，大概要过个1分钟吧哈、哦。好，等一下大家见哈、哦。看试试看那个半兽队哦，我记得我编起来好像是半兽队吧。哦，等一下再哎、欸，我切换一下账号啊，先暂停一下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火狂队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